我这盆金钱树呢，这段时间冒出了两条比较尖状的新芽，不过呢，很遗憾被虫子啃咬了。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就是我把它放在架子上，因为呢，旁边呢有很多杂草啊，导致了一些蚂蚱跳过来把啃食，把新芽啃食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伤口就知道了，非常大的，整个新芽都被咬断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出现这个情况啊，最简单的方法，用粘虫板把它粘到花盆边沿，或者是我们用蜱虫林一对一千毫升的水，给我们这里的周边环境啊进行一个全面的喷洒，这样呢起到一个杀虫除虫效果，能防能治，给这里的花园还有杂草全部喷洒，这样呢这里的蚂蚱呢就能很好的清除了。好了，喜欢金钱树的花友们，我们这段时间冒芽了，一定要防虫。好，再见。